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，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人生的新挑战，就我们现在前往南投，要去一个叫做云海温泉的地方。那我们要爬一个好像有点类似水坝吧，反正爬上去，然后会在上面登顶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温泉，然后可以在旁边扎营，所以算是野溪温泉露营的概念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，就是真的是户外的露营，所以其实我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很怕，因为它那个关卡一关一关，我很怕我不过。但是因为前几天刚好有朋友的这个团，然后 P 哥其实一直很想要挑战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小难度的露营，所以他就一直就是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去挑战看看。我想说好吧，那我们2021年的第一个新挑战就是这一次了。希望我可以顺利的完成。我们今天车上还有波波，刚在睡觉，我在补眠。对，好累。因为我们现在到台北出发，要大概到南投3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所以辛苦 P 哥了。他现在已经无话可说。好，那我们就南投见哦。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装备，还有就是一些带的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们的包包跟真的非常非常多，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。好，晚点见。我们到南投了，现在正在走山路，这边离清境农场很近。大家集合了，然后现在再重新分配我们的包包重量，因为就是其实它可以塞的空间还有很多。手关起来了，你侧面这是我的包，然后大家要一起带食物，每个人都一人一包。然后我们溯溪水有特别去买了这个溯溪鞋，然后里面是不能穿袜子的，来换鞋子，很像靴子。我靠，专业。你帮你站立往前跑。我要出发咯，或者是机会带我们到那个集合的地方。你上得去吗？可以。你要看起来很专业。其实背好之后不会很重。是啊。但等一下开始走我就不说了，不负责任说法。要开到。我们要开到。哇，好斜。我们要开到河床下面去，然后再从那个入口走进去。从那个石。外问，加油！我们要出发了！才刚开始，我就累了。你后面看起来好像很重，但是其实很轻哎。哪有很轻？波波冰吗？烫的，烫的。真的哎。烫的，会冒烟。会冒烟哎。看你这里好爽哦！现在这里是要开始溯溪过去，然后有看到那个断掉的坝吗？就是第一关，这里好像总共有6关。哇，好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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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啊！小美怎样？一个简单的小河。先热水好吗？所以你 OK 是？可以，我可以。然后等一下看下一段会变怎样？眼表情逐渐母汤。好。这边有个小小的窄缝，然后第一关还没到，我以为这是第一关，我们只是先入口而已。这边就是有那个温泉，然后硫磺流下来，就是它里面就是会有点像。绿绿的那种孔雀的颜色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点变色。我们等一下，刚爬了一个有点陡的坡上来，累了是。我以为那第一关，结果这才是第一关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应该不用过去。塞车。哦，塞车。小心哦，你要抓好绳子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踩稳再下去。啊，你就沿右边走，靠右边一点。有哦。我有样哦。有样哦，对啊。嘉宾位。哈哈。好，再拉一把。啊，可以。好。
走，好走。恭喜你，过了第一关，小心脏有点紧张，然后现在要走去第二关，在前面。这里大概一层楼高左右的高度，一层哦。这边有六个栏杆吧，然后刚刚那个算是入门关，先考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然后有六个栏杆吧，六关。走走，赶时间。哇，往右边走吗？接下来是第二关，第二个栏杆吧。我有点喘。我有点喘。你确定？好，没事，那我没事。你等一下就爬不上去，就好笑了。上去下来了。让他先上。上去啊！哎，是不是是要上去帮他拉？今天要体验一下，小心哦。小明要长大。对，你们现在在摸？哦，有哎。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踩高一点，踩高，身体顶住。对，往后往后，身体往后，不要往前，身体往后。对对对对对，另外一只脚踩上去，另外一只脚踩上去，高点。对对对对，有有，小心，脚都踩了，他已经打结，赶快帮他拉一下，帮他拉大家。这到底？对啊，会啦，是呀。我觉得要长裤哎，才不容易刮到。第三个吧。你前面好像过了之后，你觉得好像蛮轻松的，是？我的心情吗？对啊。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就是个道理。再难的关也要给它过下去。哇！没有，我没有要。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哈、哦。我没有，这个有楼梯可以。有楼梯比较简单、啊。加油加油！我们过了第三关，现在是第四关。这里魔王关高度最高的一层，之前是绳子，然后现在有装梯子，应该会好一点点。给大家看一下风景。来呀、啊，跳啊！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回来回来，再慢一点呐，不是慢一点呐，快了。我们刚过完第四关最难的，然后现在要前往第五关，顺便跟他聊一下，因为我们路途中都会经过这种那什么西边的这种小石子路，然后其实太阳蛮晒的，就是会直接。晒到你的脸，所以我会觉得大家你可以戴这种棒球帽或者是渔夫帽那种遮阳，比较不会晒伤，因为没什么遮蔽物。加油加油，还有两关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六层了。哎、欸，我本来以为我可完全没有办法背重量，但其实我已经开始跟它有点融合了，就是觉得好像这个重量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。我也是有点作用的，也有帮大家背一点点食物。有吗？有，外面有火锅料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有先在网络上看影片做功课，因为我真的很怕很难，所以我就听到有人介绍说，你们看这边有堆一个石头堆起来，有吗？对。然后这边也有。对。他听说是指路石，就是可能有来过的人，然后他把这个石头堆起来，告诉你说你可以走这边，这边比较好走。对对，听说是这样。然后是哟，你跌倒就好笑了，已经好走的了。好走的啦，可以。好。可以。第五关。哦，那挑战从这边上去，高手的关，我觉得蛮深的。女生从这边上去，加油加油！我靠，你背包包哎，强哎！这关走上来之后。就是这个第六关，然后我们要这样走过去。你看到那边有石头吗？要一格一格跳过去，然后再上去。可以呀、啊。好了啦，后面没了啦，后面简单了，后面有人要攀这个上去。另外一关也要
脚踩要死了，刚刚精彩那一刻没拍到，小心啊！他被拎起来了，他被拎开了。哎呦，赞哦！很强，我们六关完成了耶，帮自己给一个爱的鼓励。好嘿，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可以扎营的地方，然后我好期待温泉哦。就会走到一片空旷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有已经有一堆人在扎营了，听说今天来蛮多组人的，我们去找我们的地方温泉，来跳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温度。哇、哦、好烫哦。哎，是修的，舒服。哎，很爽。哎，你要不要下来泡？要，很爽。恭喜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，看你自己挑一块。好，这就是快了。那你去把它弄干净。什么啊？我要整地哦。对啊，因为你背的重量最轻啊。会吗？我们的帐篷好大哦，这个营钉就是可以固定，让你的帐篷可以更撑起来的感觉。更支撑，也比较不会被风吹。帐篷搭好了，第一次的那个野外露营经验，那、啊、我要入处咯，欢迎来我的入处趴，豪宅哦，豪宅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哇哦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宽敞的，蛮舒服的。那我包包放进去哦。这感觉哦，哎、欸，其实蛮疗愈的。是很疗愈，但不知道冲几次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两个一起。资产呢？不是，你那么胖，再吃再吃。你不要靠到我。哎哎哎，超满。好。因为，咦，我才三四次而已。真的，这还蛮好用，很胖的哎。哇，火升起来了哎。等下可以烤肉。还有一个锅。好吃吗？我要切豆。这位先生看起来很饿。我们俩现在已经躲在睡袋里了，然后帐篷初体验。好冷哦。好冷哦。一定要被包成这样。对。希望半夜不要被冷醒，然后可以睡一个好觉。然后我们因为太冷，所以没有去泡温泉。对啊。打算明天再泡。晚安，早安。其实昨天睡蛮饱的。对。昨天睡满八小时，还蛮舒服的。因为其实睡袋里很暖，所以其实身体不会冷。只是因为那个垫子跟平常床睡不习惯，所以会觉得比较硬。但是我看你睡得蛮瘦，完全没起来。对啊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溪水来刷牙，然后准备吃早餐。哇塞，这个蛋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快点起来，快干了！可以配这个。好，没有啦。我会。吃完早餐来泡温泉。其实现在穿拖鞋我有点紧张，但是因为等一下要下雪，这走路要小心一点。那边有没有？已经有人在泡了。这里听说很烫哎、欸。啊！我们要离开了，空空如也。昨天就有一整排帐篷，大家记得离开要把垃圾带走哦。听说下山比上山难度还更强，所以好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回程的路上，好像赶快走去前面太阳地方哦。晒到太阳身体会暖很多，现在风好大。我们回到第六关了，昨天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今天要六五四三二一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有多高。怎样 ？Oh my gosh！ 好像下去比较难，那我们下去可能就不拍了。那我们就专心的下去好吗？专心的下去。安全到死的地方。下面见哦。我是在那边。下面见哦。
过完了第五关，现在要进入第四关。我错了，第四关才是最高的。昨天从这里上来，今天从这里回去。其实上来走这也比较轻松，因为我们有去绕去金鹰瀑布，所以才从那个爬上。这个好走多了。哎，我们六关都完成了。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不是水坝，最难的是刚刚要那个攀绳子的那边，那边的难度真的很高，也比较危险。对啊，我们往外走，过长。好美哦，这边又有阳光。这个鞋带在鞋子身上吗？它在咬你。谁走得了啊？一千我也付了。我们到了，到停车场。怎么觉得今天也好累啊？累积了昨天的累加今天的累，腰酸背痛，好想按摩。我们下山了，天哪，我头发好乱。我们来吃那间叫做胡国雄古早面，然后听说是这里很有名的当地美食，而且那时候我们问那个原住民的朋友们，他说我们知道这家很专业。你看人好多，上菜了，哇，好丰盛哦。点好点满，你加了什么酱啊？辣椒酱。没有，我朋友听到就说好吃。你的朋友啊？我朋友现在还没有入座过，我就是朋友。这次的挑战成功，很开心。